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2018国泰民安新禧迎春跨年音乐会12月31日晚上在新营火车站前音乐主题公园举办，在地社团热情演出，欢迎民众共襄盛举。新营区中营里长蔡木谦表示，新营区公所和中营里办公处连续两年结合在地新东明达高中共同办理参与社区活动，今年则由新国高中热音热舞社热闹开场。多个演出单位经出席记者会，蔡木谦说，在地知名盘国舞蹈剧团也将有精彩演出。嘉义85度 C 咖啡王子颜一志连续三年大力支持，号召新营区全国歌唱比赛冠军歌手明日之星红人榜邀请赛歌手颜一志、黄世仰、吕明洲、尤美雪、王燕、蔡金才，新营在地电台名主持人歌手林嘉南、吴文莲以及人生电台名主持人包秀月老师担纲主持。今年还有友情赞助演出的素人业余歌手新营邮政总局经理吴杏林搭配李正宪老师热情演出，新营区各企业团体热情赞助多辆脚踏车等精美礼品提供摸彩。